蛮喜欢比较极简的风格，嗯，所以呢，应该这样子直接交出去就可以了。但是别人的 bird 都没有留下来，只有我，你自己把你的 bird 留下来就对了。好怪怪的。鱼蛋吗？我先来。他怕毛的，所以你不用怕哈。你有必要来我们怕你。然后我把它放在这里，小朋友只要看一下。走。